退更哎，不要重新，这是我要放蜜蜡哥。好，就这样。看王美装备会是怎样嘞？哎呦，夸张！哇，真是的哇！你看，像我就只能背这个。这个王美不行了，两个王美都不行了，在干嘛啦？我只要这样，然后后面的就很紧。哦，不紧。傻眼！哎，是那一个行李箱是我们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跟西西的一样哎。干嘛？他们说老板长这样很好看，啊，老板现在长这样，这样比较好啦。观众们觉得哪样比较好？来，狗狗的感觉哪最好嘞？把口罩拿下来哦，然后再把这个眼镜戴上，到现场。我最喜欢这种阳光的小麦鸡旅程了。带大家出航去。对啊，哎，刚刮风下大雨。今天要去哪里啊？今天要去海上东海。哇，哎，这么好。到了尾声，要回台北了。刚刚在饭店虽然说已经吃饱好吃的早餐，哇，我们菲菲长大了，现在会一直吃东西耶，吃的量都比较多，我都没什么胃口。重点还是什么嘞？好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对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讲错，好，就这样。就算我再不分又怎样，什么默默无闻的理想，叫你过问老师别紧张，计较太多头发会掉光，就算我再不分又怎样，干脆将错就错也很爽，用你猜不透的风